你会洗衣服吗？笑话，连狗都会的事，难道我不会吗？不过专家说，一般人洗衣服的时候常犯以下这六大错误。洗衣精用太少就洗不掉污垢，衣服越洗越脏，最好还是参考业者建议用量，适量使用。哦哦，沾到酱汁就要马上抢救，可以随身携带去渍笔，如果在家里可以用热水冲洗。洗新衣服要先下水洗掉残余的化学颜料，也可避免日后褪色染色。哇，漂白水是松紧带杀手，会害内裤松垮垮的哦。按质量分类，不要光看衣服深色浅色，选择合适的洗衣强度和水温，更能保养衣服。如果衣服质量能耐高温，用温水洗可以洗得更干净。